屌你老母，边都立立喎，啲胶袋你阿薄捻到，屌你老母，都唔知边个谂出嚟嘅，你老母啊臭閪，又要用钱买，废捻到我袋，你老母正一立立政府嚟嘅，屌你老母啊臭閪，呢条乜李家超，听埋呢个乜啲嘢讲，你老母啊臭閪。依家好啦，好环境啊，香港啊，经济好啦，好啊，你老母啊，又系睇下啦，到时又系抌噶啦呢。蓝丝反政府啦，要搵 FBI 捉拿，因为垃圾收费曾经收过几十万，支持政府嘅蓝丝都企出嚟屌鸠李家超、啊，话佢做埋啲湿鸠嘢。佢话而家香港经济咁差，都要向市民开刀，搞埋呢啲打劫蓝丝嘅政策。蓝丝今次好捻火滚啊！要反政府啊，带头屌鸠李家超、啊。好彩我哋住中国，系身体上支持中国，唔似你班湿鸠蓝丝，只系口讲爱国。今次收个鸡碎垃圾钱就反政府，你班蓝丝唔啱啦。收人哋几十万，呕翻少少好应该啦。你话经济差啫，咁系因为你悲观。我哋睇到由治及兴带嚟嘅好处、啊。